的关系多长才能算久？问了几个朋友，差不多都摇头，都说看你怎么要求，再看讲不讲究。这话让人听了心里难受。女孩要是寂寞，不必谁引诱。虽说现在认识到分手三年堪称不朽，可是当她说要分开，真的不必挽留。她说要分手，多数都没有救。她的确温柔，尽管有时候她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。她真温柔，三十岁之前不停漂流，那是因为青春爱情，他们都想要。胖起来就好像不会变瘦，慢慢的也能接受，不会永远晶莹剔透。孩子慢慢大了以后，清晰的只剩代沟。男人为什么从不理会前奏？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，他的温柔是一种火候，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。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，幸福谁都不让插手。